个啊是辅助炉架，万用炉架。那你怎么使用呢？这个有万用，它有每一种坎，拿过来就可以放上去。像你的妈妈很喜欢这种炒锅，有没有？你动一下它就滑下去。那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放那个炒菜炉架，一放是不是就不会滑？有没有？来看我的手，我这边一直抖，它也不会滑。很多人都说这个锅底很干净，那压在下面会不会磨伤？所以你就尽量去挑，你越不要去滑动它，它是不是也越不会去磨伤？然后像现在这种啊，你这样放对不对？是不是整个贴住？然后我们现在开火，这样因为没有氧气，中间那一块都遮住。那我们现在放过来这一边，那你看是不是这样子？那火就会很刚好啊，那你不用开那么大，你开小小的就好。那这样是不是很好用？就不怕再小的锅放不下，还是怎么样会掉下去？